好，咁啊，麻煩我哋可以同右邊人，準備見到好啊，你係先啦。真難到，你係先啦。じゃ、左もお願いします。好，事不宜遲咧，我哋睇下佢哋帶咗一個咩表演俾我哋啦。阿出道，做出個準備，我哋開始。咁我先等咁多位成員咧，先介紹自己先。邊個咧？先嗎？出嚟你出。I'm funny. I'm Nana. I'm Kohana. I'm Seiya. I'm Nona. I'm Koro. 大家好，我係阿阿媽咪。好，睇下佢哋嘅成績。好 ，thank you， 多謝曬各位，大家晚上。咁好開心啦！我今次咧有啱啱加連六位成員嚟到香港啦，同埋嚟到遊一城啦，同大家做呢一個showcase之外啦，亦都帶嚟咗我哋 pop-up shop 啦，有超過100種嘅產品。咁啱啱加連咧咁隔咗幾個月之後再嚟到香港，我又想問下咁多位成員，佢哋好想喺香港食啲咩類型嘅產品，食定食品咧？出到。久しぶりじゃないけど、まあ、なぜかずあとまた香港に来てて、皆さんどんな食べ物を食べたいのかな、香港では。香港では手羽先のグリルが食べたいです。あ、お願いします。塩加減食べ OK、塩加減。はい、私はエッグナッドが食べたいです。どんな先生、見事だったっけ。私は薄いシュー豆腐食べたいです。佢想食呢個好臭嘅臭豆腐嘅，先嚟食吞吞住下啲臭豆腐嘅。係。私は香港でチャーシューとても美味しかったです。啊，想食叉燒啊，覺得香港叉燒好好食嘅係咪？私ながらはヘルシーが食べてみたいです。哦，想食點心，大家都想食點心嘅。私パリは火鍋を食べたいです。哦，想食火鍋 ，OK， 好啦，咁啊，希望今次咧，我哋佢哋都好忙啦，馬不停蹄咁不斷遊樂啲巨音，工作冇停過，咁希望之後有時間咧，佢就可以品嚐下我哋香港嘅美食嘅。咁啊，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啱啱睇咗呢個打醬英雄傳啦，咁啊係佢哋特登為我哋香港而特登拍嘅一隻舞蹈，咁啊又問下Sarah 啦，Sarah 恭喜阿老，我馬上就去，どんな気持ちで performance したんですか？実際に麻雀をしてる気持ちになって。このように漫才の題を作って工夫して表現してみました。咁啊，佢咧呢只歌咧好明顯咧，就佢話佢放咗呢個打麻將心情落去，咁同埋有呢種氣氛，
亦都有呢一種感覺，即係佢將呢個我哋香港啲打麻將嘅氣氛嘅感覺咧，就放咗落呢一個舞台入邊，同咁多位成員一齊去跳咗呢隻歌出嚟俾大家睇嘅。大家感唔感受到打麻將氣氛啊？係啊，感受到啦，係咪啊？好啊，咁我哋今次個演出比較短啲啦，咁之後咧，你都嚟再香港開 show 嘅時候咧，係可以睇一個長線嘅一個更加長時間嘅表演。咁我哋都帶咗第首歌咧，就係、是、最近咧，相信大家喺網絡上平台咧都見到佢哋另外表演咗首廣東歌，亦都係非常之受歡迎嘅。大家知唔知咩歌啊？冇錯，《冬季流行》。那請進入到中文嘅歌詞。我只喺度壓到啲聲㗎啦，問下佢等西同我一段時間咧。
係啦，咁跟住接住落嚟咧，我哋仲會有咧就係介紹一下，今次有一個好特別嘅袋喎。就係啱啱 Gary 特別為咗 Festival Walk 嘅呢個 Fun Jobby 設計嘅一個 Redemption Item。咁呢個袋咧特別之處喺邊度呢？就係咧你會見到啦，佢哋係用翻呢個黑白嘅顏色啦，亦都係佢哋製作嘅顏色之一啦。咁呢個黑色部分咧，可以令大家聯想到係咩呢？就係呢個高高嘅頭髮啦，就擺埋落呢個設計元素入邊。另外咧，亦都有成17個成員嘅影子，代表咗 Avant Garde 啦。咁同埋因為佢哋係成日都著制服啦，所以經常咧係會有呢一個學生嘅感覺俾到大家。咁所以呢個袋咧亦都係日本嘅校園風格嘅一個設計方向。咁再加埋咗佢哋舞者啊，係 dancers。咁所以咧，你會見到咧呢個袋嘅側邊咧係有一個特別嘅位置咧，係俾大家可以裝呢一個運動鞋嘅。係咪好方便、好實用咧？咁個袋亦都非常之大啦。咁點樣可以得到呢一個袋呢？就係大家只需要喺Festival 入邊消費滿2000蚊，咁就可以換領到呢一個咁精美嘅 Avant Garde 嘅限定嘅袋噶啦。咁啊數量有限啦，換完直接上嚟要盡快咧喺 Festival 選購你喜歡嘅產品，滿2000蚊就可以換呢個袋噶啦。就面對曬大家，同時聽到睇到新啦，同埋唔該兩位，第二位先得。係啦，希望大家可以盡快攞到呢個咁精美嘅袋啦，好唔好？咁啊，今日係做預售啦，邊個正式就可以噶啦，就直接到去呢個6月23日，大家要搶，把握呢個時候，把握呢個時間啦，去搶購呢啲限定版嘅遊戲啦。要唔要多謝阿 Ben 同方偉同學 ？Thank you， 阿 Natasha。多謝翻當年六位嘅成員啦，亦都由日本嚟到香港啦。